报告，有声音啊！我们第一次成亲，你我都有点紧张，你不要害怕。我不害怕呀。我费了这么多的心思，我这已经是船尾了，我还能去哪儿啊？我们还是看看风景吧。别，我还有好多话想跟你说。五哥，今天是几月几号？6月16。好，你要牢牢记住今天。今天我就让你明白什么叫兄弟。还有什么？三王子，别管他。热。